这个尾骨疼，就那尾骨就那一块疼，就那一个点疼的，啊，或者是那一条疼的尾骨的，你就扎这一针吧。就是，啊，这个怎么百会啊？百会向后边刺，也是定位百会中间一针，然后各旁开0.5，再一针，就往下刺就可以。这个可以用2寸的针啊，用两寸的针。也可以加通天穴，通天穴在前面啊，也可以加，可以不加。这个尾骨的话，这一针就可以了。这是第108个，就是咱们送出的第三个了。